清呢个世界到底是真抑或虚拟。有时我仲会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在呢个世界上呢。Nothing beats the real thing。 香港人追求真实的好味道，30年前、30年后，始终太好味道。太兴30周年。